咁呢个咧就系训练小朋友咧，佢前三指得嚟咧，佢要用指尖去做嘢，因为有啲小朋友揸笔咧，佢系前三指噶，佢系咧包住啫嘛，包住啫嘛，咁包住又唔好喎，因为咧我哋咧讲话咧去到后边咧，你要有个灵活性咧，你一定要系指尖做嘢，你先至容许有个灵活喎，因为咧你要有个灵活咧，个小朋友揸个支笔之后咧，一定有个窿喺度咯，即系佢唔可以系包死晒。咁樣樣咧，你手指唔會有靈活性㗎，你只能夠頂曬窿都用手護嘅啫嚇。所以你要用到手指嘅靈活性咧，你一定要指尖去執筆嚇。咁咧就可以用呢個鉗去幫佢啦。嗱，呢個鉗咧，因為佢喺最底嗰度咧最闊，咁小朋友容易啲控制咯嚇。有啲咧，譬如佢喺中間嗰度闊咧，佢就會難啲控制嚇。咁呢個咧，鉗幫原理比較簡單嚇，咁佢就會可以咁樣樣揸住啦嚇。咁我要求佢就係可以手指突出嚟咯嚇，只可以係指尖。去前二指就得，或者前三指咁樣都得嚇嘅。同埋咧，好似支筆咁樣樣咧，嗰個嘅鉗嘅鋼咧就唔會向前嘅嚇，佢一定咧係好舒服咁樣樣咧瞓喺個虎口位度。所以可以翻屋企咧，先叫佢夾下啲好簡單嗰啲嘢先，譬如可能夾下啲豆啊，或者譬如你將啲擦紙膠咧剪到一粒粒好細粒嗰啲咧，咪要叫佢夾。